的季节，我们经常会在菜市场看到很多带花的蔬菜。今天我给大家选了一款油菜花，教大家来制作一款清新爽口的白灼油菜花。今天所用的材料有木鱼花、香菇、跟蒜，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调料，有鱼露、生抽、胡椒粉、一点点油、一点盐，还有一点点糖。我们先把蒜处理一下，取三四头蒜，把它切成薄片。切完蒜，我们这时候起一只油锅，把这些材料进行炒制，把火调成中火，锅里放少许的油，陆续的我们把蒜片放在里边炒一下，等着油温慢慢预热。爆香蒜后呢，我们再把香菇放在里面，要把蒜炒至金黄色。当蒜微微泛黄时，我们陆续要放入鱼露、生抽、糖、胡椒粉、些许的水，这样就我们直接炒好了。把油菜花到锅里去穿烫一下，这时候呢，锅里我们要放些许的盐，放一点点油，把蔬菜陆续的放在里边。穿烫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大概五秒钟就可以了。五秒钟后呢，我们迅速的关火，把菜花捞起来，依次的摆放在盘子里面。春天的油菜花不单营养丰富，而且它非常的漂亮，吃起来也会让人家心情很好。我们把炒好的汁浇在菜上，这时候呢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最漂亮的一步出现了，我们要把木鱼花放在上面，这时候木鱼花会舞动起来。这道木鱼花油菜苔就制作完成了。